方金控呢长期赞助这个运动呢不遗余力，那我们也很开心可以将这个正向的力量呢传递到台湾社会。那非常感谢评审呢对富邦金控的肯定，那我们会将这个鼓励呢化为动力，持续呢在赞助呢体育的部分呢做更多的心力。那富邦金控呢过去在赞助大型的赛事上呢做了很多的投入，比方说我们连续23年呢赞助富邦公牛队，那连续13年呢支持赞助富邦长春高尔夫球锦标赛。同时呢我们也连续11年呢赞助台北的马拉松，那我们也承诺赞助3年的富邦 LPGA 台湾锦标赛，那我们也支持富邦勇士队。那这方面除此以外呢我们对于精英的体育选手呢也提供很多的资源，让他们在表演在舞台在训练跟这个体育的体育的竞赛呢能够有后顾之不能够无后顾之忧的来冲刺。那除此以外呢我们在2013年开始呢我们也赞助台北市的基层棒球这个部分，所以呢我们赞助了6所国小的棒球队。那像今年2015年呢这个 LOB 的这个少棒呢亚太区的冠军呢东元少棒队也是由富邦来支持的。所以呢我们对于在运动的赞助方面呢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将来呢我们一定会在投资更多的资源跟心力上呢来赞助整个体育的这个赛事，提升整个体育的环境，那让更多选手可以在国际的体坛上呢发挥他们的所长，那将更多的正向力量呢传递到社会跟台湾。谢谢。